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今天放歌又休息哦，太爽了。休两天、啊。我们昨天去漂流，都晒黑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像非洲回来的。现在我们俩打算去二手市场逛逛。对。店里面那个业务说要把它撤回去了。所以我们就说去看看，之前在平台上面也有了解这个二手的冰箱，有各种价位吧，五六百的都有，什么五六百、六七百、一千多、一千一二的，还有两千、三千的，不同等价位的都有。现在我们就去实体店看看，毕竟如果是直接在网上下单的话，感觉还是不放心。然后这个也不是很远嘛，就在这个赣州市这边，我们到市区就十来分钟。先放电，客家为物。今天是阴天，上桥啦，看看这个几百年历史的城墙。宋朝。这里就是旧货市场了。胖哥，你停在这个死胡同，等一下会不会出来哦？没事，出得来。走。哎，没太阳，不用戴帽子。老陈这个房子好旧了。你估计一下这个房子哪个年代建的？应该是90年代吧。如果叫我去新城区，我可能会迷路。是吗？因为我是路嘛。怎么样，它是两门的，两门的，我们那个放不下了，那个很旧了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冰箱小了一点吧，一般要五层。那我们再去看站。走吧。哎，都是空调。还有怡宝了呀，六百五。跑了几家还没看到一家合适的，前面吧，车子。哎，他这里也有个两门柜，1600，怎么不是风冷的？直冷的。好吗？直冷和风冷有区别吗？反正风冷的更好。跟我们那个一模一样的，胖哥。看到没？这个就是那个一样的。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多少钱，老板娘？九百五啊？这能看到是吗？950就有点贵了吧？机子还好，新的，这边有热情。好的，这个就是跟店里面那个一模一样。我还是羡慕人家那个1000块钱买了两个三门柜，那个是赚了。900了哈，700块这个。那肯定那个更大，那个也更贵呀、啊。好不好关门？你的那个空调的那个。有吸力。你看那个标上面应该有生产日期，1米8，不止哦，1米8，2米多，2米2可能都有。他这里都生锈了，这里点把子还生锈。这个冰箱最少用了两三年，90就有了，3-5年是肯定有吧。一共是5层。刚刚我们跟他砍价了，只能少50块。那冰箱还行，我也觉得还可以，再补200块就不上。没事，等一下我们再倒回去上一下嘛。他倒回去再看他有没有的优惠了嘛。那个冰箱就出600块钱够了，可能太小了，这个太小了一点，小了，太小了。那是哪个朝代的了？好旧是吧？是不是
回去看看一个。可以啊，买个便宜的就行吧。看看这效果怎么样？哎哎，这怎么不凉呢？这个里，这个可以，这里生锈了。不是，这里不是这个壳，这里摔烂了一截。是。我们刚刚去看了好几家了，加80，680吧，可以吗？走的我腿都酸了。要不要背你啊？好累了哈，终于选好了。所以像我们买这种大件的，还是要到实体店看到了实物，更放心一些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放的比较放心。是。不过现在也不能说这个冰箱有多好，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。对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